最近因为可能也不知道是练的不对，还是本身我的 Google 问题有些磨损。最近其实更多的还是练心肺和固定器械，会相对的对关节没那么大的伤害。好，现在要去镜子另外一边去看看固定器械有没有腾出一些位置，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看今天跑步机上真的好多，器械上面人已经比当时少很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瑜伽店，其实我在不是很喜欢小瑜伽店，除了拉伸，因为我觉得来健身房是应该利用家里没有的东西。但是现在家里属实也是实在是施展不开，一直来这儿用瑜伽垫，所以在活动的一些照片可能会有所谓的马甲线的那个痕迹。怎么说呢，首先它没有以前明显，它已经是非常浅的一条了，而且它一定是我在活动前至少有两三天饮食控制去让它有稍微有点线条，所以它并不是长久的。直到我说那你先吃没了，它就真的是吃没了。有时候就是上镜需要的时候我稍微控制两天，看起来好像多么像回事一样，但其实平时的我也会，尤其是在吃多了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哎呀肚子好大，怎么办怎么办，所以莫焦虑，实在不行就来消耗消耗。跑步机什么的我也就那两样，椭圆机和跑步机这两个，一般是我在练完力量训练这边作为一个收尾，在上面待个几十分钟我就不拍给你们看，反正来来回回都是那个样子，就这样子吧。今天就分享一些可能我觉得以前没有分享过的一些小东西，但是生命在于让自己开心。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要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今天读了一篇文章说生命在于不运动，因为有时候你一味的逼着自己去运动反而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所以真的是要听从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很累不想健身，那就不要逼着自己去健身房。如果你觉得今天充满着活力然后又吃了很多东西，那你不妨去健身房去撒撒汗，让自己更健康。但是一定不是说拖着疲惫的身体然后到健身房，你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就在浪费时间，然后这就是无效的反向运动，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你在跑步机上待越久就越好，它有时候会害了你的身体，所以不要盲目运动，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好了，对吧？大家快过年了嘛，大家吃好喝好，反正每逢过年胖三斤嘛，大家也不要怕，反正大家一起胖你也看不出来，哎，对吧？就是开心最重要，所以我继续去消耗时间了。其实今天说实话我是蛮想偷懒的，本来没想来，但是后来还是来了，我觉得可能不会说像之前的几次那么的有效，有时候并不会每次来到健身房都是有效健身，所以今天可能不会待那么久，然后大概再练一练就回去好好休息了。因为后面会有很多工作，所以当然要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了，大概就是这样，拜拜。